刚表达什么样意见？我只想一个行业的大牌。是，为什么要打下阵脚吧？我海外的还是请问没有去大公司？好，可以的。好好好，来说两分钟。好，我在想说的是，大家可以看我的包包，看我的警察。收到你了，哦，难怪收到。